什么按钮都没有效，就是坏掉吗？很可怕。急忙按电梯求救，邻居完全没人回应，民众受困电梯内，简直吓坏。那个我们在电梯已经过了5分钟，还要多久啊？5分钟马上警察他过来。你刚不是已经过了吗？在这里，然后他无关紧要。新门店连锁 KTV 电梯竟然故障，投诉人赶紧打电话给店家求救，火气也越来越大，12人被困在电梯内，镜子闷到整个起雾，快要无法呼吸。KTV 没派人关心，电梯业者也慢半拍，让投诉人气炸了。门敲门，电梯全部起雾，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呼吸真的是很困难，完全没有人理你。原来一行人25号约唱歌，12人进了电梯，准备从1楼到4楼包厢，途中电梯却突然下坠故障，第一时间按求救铃，发现无效，赶快致电 KTV， 但没马上获救，只能再打给电梯厂商，对方却也回应要再等等。而这一等，12人整整受困电梯40分钟。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现在是什么状况吗？厂商最后重启电源，一行人才顺利获救，但他控诉出来后，店家不止没指引、没安抚，对于电梯故障更是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。一副就是哦，对啊，那个东西不能用，电梯很老，人命这么不值钱吗？35号又开心相约欢唱，却遭遇电梯惊魂，投诉人不满事后，店家只给1000元消费折扣，继续让其他客人使用故障电梯。KTV 总公司则表示会再做调查，不愿多做回应。但恐怖电梯意外卡住40分钟，也凸显 KTV 危机处理一亮红灯。记者叶维玲、张美姿采访报道。